男孩对女孩说，我是你的 BF。 女孩问，什么是 BF？ 男孩说，就是 best friend， 最好的朋友。后来他们恋爱了，男孩对女孩说，我是你的 BF。 女孩问，什么是 BF？ 男孩子说， boyfriend， 男朋友。几年后他们结婚了，有了可爱的孩子。男孩对女孩说，我是你的 BF。 女孩问，什么是 BF？ 男孩看了看女孩，幸福地说，就是 baby's father， 孩子的父亲。后来他们老了，老公公对老婆婆说，我是你的 BF。老婆婆问，什么是 BF？ 老公公望着夕阳，仰望天空，用苍老的声音坚定地说， Be forever， 是永远的。有一天女孩问男孩， A B C D E F G 是什么意思？男孩回答， 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a girl。 很多人跟女孩说，后面还有 H I J K 呢， He is just kidding。女孩笑了笑说，就算他骗我没关系，因为后边还有 LMNOP， Love must need our patience。 抖音